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安老师。你猜猜我今天来讲什么？有猜中吗？我猜你应该有猜中。我们今天要说，我们又要办赛车营啦！噔噔噔！前两次没跟到的，赶快 ，OK， 预报重述。真的机会不多，你也知道，我一到六都要教书，我要办赛车营也只有礼拜天，你一定要把握机会。才有机会被我教到，好吗 ？OK， 那这一次赛车营在哪里呢？在力宝，中部的朋友有福啦。OK， 力宝赛车场一样，这一次一个班上限就十个人，因为我一次最多就指导十个人。想要报名的，等一下在那个说明啊，影片下方说明处有那个连结表单，赶快去填。OK。赶快哦，赶快哦！前两次没跟到，这一次赶快哦，好吗 ？OK， 这样我才可以教你开车嘛，对不对？哦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